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。像我咱今日搁伫健康医学，甲咱伫空中见面。今日张医师伫健康医学要甲咱来讲，最近咱所拄到用油的问题。最近咱所拄到用油的问题，讲起来嘛，毋是最近尔啦吼。伫这两年来，对大肠出问题。在油裡面添葡萄籽油，裡面沒葡萄這種口號大家都已經發到強要沒力了，結果判給你幾十億，人說人已經有判刑在關了，所以一罪無兩罰，他就不用再罰了，所以只有關，只有關等於關一天賺大概十万有啦吼，关一工都赚超十万。安尼是，哪有咧惊？叫一个人头去用关嘛。哦，就算是不行，迄董事长是人头，伊嘛都爱关到底。关关咧，嘿，哎，无做呢，无啦，免了钱啦，哎，人都袂惊咧，因为咱人吼，了钱生意无人做，抬头生意有人做。哦，抬头，伊无惊咧，死就煞。但是若了钱，哦，我钱会疼咧。所以人看钱较重，因为安尼，咱都爱该罚较济咧，而且罚的比关的爱较济、较大，安怎好？因为伊惊是即味啊，你来互伊惊啦吼。那无，咱无可能直接讨回咱的公道。敢若强灌散的即款恶心的油已经13年了。哦，强灌即间厂，听讲遐个。机炸人员去到遐，闻到讲，吼、哦，臭甲喷水同款。空调朋友可能真侪人，我讲喷是啥，你听嘛不听过啦吼，喷不听啦，但是闻都冇闻过。在咱今仔日个大个环境内底，你要闻到喷吼，大家有喷烫，啊个喷大家受喷的人提起有低价，找机会哦，闻到喷的味，咱真歹。找不到啊！伊吼对13年前都已经对香港进口派油，混合到这个郭列成地下工厂的油，再个出去卖，保守高价强灌，伊做出来这恶心油的时间，唔那13年久了吼，啊个对香港，香港奇怪伊也无咧做油啊，哪有这大的油工厂？哎，啊，人过遐经过化学的功夫脱臭，啊，漂白变作雪白无味的油。啊，这款呢，连香港荷兰拍条枪的，伊嘛感觉足冤枉的，根本足侪拢总，唔是香港迄款出名的店所用的。但是伊遐分店来到台湾，咱嘛共用迄款无好的乌心油滴搞。地搞因安尼吼，嘛感觉安尼，哦，安奈玩弄个安尼，啊，这都实在讲吼，这真正靠袂出来，是讲那会买维生素，伊个食品药素食药署啦吼，人伊嘛证明强冠确实有进口，哦，不过这中间对中国迄边安那投安那好啥，咱讲陈仓暗度吼。这完全是良心问题啦吼！啊，既然都良心就去告这个，我不是每一家告哦，但是这都好，大家自古早拢讲良心去告这去，伊绝对袂讲良心去假毒去，嘛无人讲良心去买这去，虽然迄间生买，但是人就会晓讲良心去告这去。啊，这意思是讲，不管买啦，啊，不管是告啦，不管是赢啊啦。马叫做 horse， 鹰叫做 virtual， 啊，狗叫做 dog， 这拢总叫做精神呢。啊，精神果不将啦吼，甲饲猪同款嘛。你用喷水甲饲猪，买只买大只哦。啊，猪买卖，啊，猪肉都无什么，即个恶心油还是讲喷内底垃圾，互伊个影响。但是这个恶心油是最近啦吼，
这十三年来底的故事啦。古早食到遮歹、遮臭的喷，会滴嘛，不一定会破病呢。因为伊的消化系统跟咱人无同款，哦，伊伫迄喷泽内底，你看用啊偏光火球、光火球，啊伫遐咧食，啊涂骹放晒、放球啊，住咧温、住咧困，人伊也袂得啥物病啊。哦，到时要掠一台，伊也袂像牛讲会哭，迄牛要向掠一台拢知呢，会哭。做牛的主人嘛会哭呢，但是饲猪的人袂讲，因为因兜的猪向掠一台吼，都会哭，因为。伊的 IQ 无悬啦，猪就是啥奴隶嘛，奴隶，奴隶就互你饲，替因主人饲出肉，啊，甲你抬，你来乖乖互抬，你袂使投票反对呢，猪无咧投票反对呢，但是呐，较巧的狗、黑猩猩、青斑鸡，迄巧甲后来进化做人类啦。哦，伊个染色体48个，咱人46个染色体 chromosome， 啊，伊就是发到聪明甲甲人足歪，我甲会晓甲训练，伊嘛晓甲咱个多芬啦吼，那个海岸啦吼，会晓算数学，啊嘛会晓甲像同款，用伊鼻也会晓画油画呢，真诶，迄像哦，你甲教吼。伊有法度用伊个鼻啊，跟迄个叫做咱个油画个画笔，沾油画个画墨，落去画两只象，妈妈带细只个无阿囝迄款象，真正象泰国个象会晓做家呢？啊，你表示啥？有 IQ 嘛 ？IQ 若悬呢，你就爱个保育，即你就袂使乌白睇啊。IQ 若低吼，不管是马啦、老鹰啦、狗。狗无假哦，狗会使顾主人哦，为着主人牺牲性命哦，所以咱嘛袂使欺负狗呢。但是有人的名，甲精神同款的是，咱都无法度无甲消遣，因为伊做出来代志都是安尼，伊所管理的政府都是安尼，互咱食迄款，咱唔知食到啥物物件，炸完爱死的物件，到底迄物件是会食的？当然啦，代言吼。不是台糖哦，台盐即摆杀出一个油，叫做较好油、巧好油。伊叫咱安心啊食，我咱希望即个有民国甲官国的公司吼，受到人民监督的，会用做较好。若无吼，咱安怎死？咱家己嘛唔知。啊，咱嘛不爱让咱的子子孙，只像食到迄款多氯联苯的时，生出来囡仔咯，乌乌的囡仔。啊，拢肝破坏，甲荷叶皮肤拢比调剂搁较调剂，款乌乌的，安尼有人接出来搁有接，迄种多氯联苯的毒素形成的皮肤病，啊，搁伊的遗传落去，伊的囡仔，伊的囡仔搁接受这个多氯联苯 PCB， 过去不发生，拢是甲油有关系，伊伫迄个油吼，你冷却的中间，迄多氯联苯。袂使互憋空出来，但是憋空出来，啊，伊就影响到食到迄款油，惠民盲校遐囡仔的精神啦吼。伊头前就是伫彰化地区诶盲啊学校、盲哑学校，哎，囡仔看无，你就甲欺负，你就可以食较歹、较俗的油，哦，所以有100吨诶即款喷。水的油啊，流向去倒也唔知影啦。哦，当然啦，政府机关即卖会出来讲较老实的话，讲掺着歹油都是不法。虽然有迄姓苏的教授，当个大学食品营养系，伊讲要保障食品营养，哦，卖讲爱共掠个呢，鸡仔鸟啊掠个无半只，人掠厝拆，鸡仔鸟啊掠个无半只，拜托，真正安尼做是掠变因兜的啦。因家四五岁囡仔都爱出庭啦，因家真正人掠厝拆啦，掠到鸡仔鸟掠到无半只，窒死啦！啊，若讲这吼，落去甲这无良心的厂商落去甲抄吼，一输啦都无过分啦。这伫中国党的央企内底，秘传都是伫个迄个康师傅的集团落来，这的人来经营的。这款鼎新集团创的，
秘传的，咱以前是对于外信用的，结果伊安尼甲咱算，啊，这对倒来就是拢甲中国啊徛做伙遐个人，迄款公司才会啦。真正台湾人老实吊直善良的台湾人，袂去做这款歹代志。咱用喷饲猪就饲猪，喷毋是歹呢，是味较臭尔，迄是咱食的浸饭、浸糜，甲剩的菜结在遐，小可有发酵，但是猪的腹肚肠仔内底遐个细菌有法度甲伊杀死，佮加只。咱讲说厨余啦，还是鱼厨啦吼，厨余，伫厨房剩出来物件，人伊法度甲吸收变做猪肉，迄猪肉佫经过检查过，兽医佫来断因啊，断到皮肤拢青青因啊，迄皮肤无断就是走水，就是鼠仔啦吼，鼠猪、鼠仔、鼠猪去杀猪，一直甲断因啊，断到无一个所在无青青，哎青是啥化学？因啊呢，化学因啊，食了敢袂死？袂啦，因为量少嘛。迄量比咱食的这款西水较少。你看迄苏教授，人阿们讲，我那个大便吼，冲啊剩一滴，阿嘛甲煮过，互伊消毒过，无细菌。请问你要食迄大便无？伊嘛唔敢呢，伊讲违法的以外，但是油，伊伫个五十四台阿官的节目内底又甲啉落一汤匙啊啦吼，哎嘛食肉酥啦吼。哎，就先讲，迄一撮啊，食袂死，有影，确实食袂死。哎，为了保障食品营养，诶，这款诶公司诶利益啦吼，啊，将替政府背书，政府叫国立大学诶无一个教授愿意去讲这款违反人性、违反道理、违反常识诶这款新闻报道，人伊讲，伊人伊是心存好意，检查伊是善良啦，伊留下一本名古屋南国亚大学诶吼。啊！伫日本教育即个较前辈，今仔拢超过65以上啊啦，比张医师较侪岁啦。因真正有迄款较水的心啦吼，这点检测伊就是唔敢得罪到即个专柜啦、权贵，即个权贵吼，吼破碎的跟头呢，用钱来甲你，互你去参加做伊的审查委员，一届就两三千、两三千啊，有诶吼。参加伊个团队，一个月两万两万块伊，伊讲两万两万算啥？迄那偌济？拜托个大学毕业生，干呐上班做甲要死都无22K两万二。啊，你做一个教授去替遐无品，啊甚至违法会厂商背书，啊你摕人两万块一个月迄一间呢？啊哪几落间呢？请问迄敢毋是油水？所以你讲食人油水，你就替油水讲话，哦，这唔对啦，袂使安尼啦。哦，那这问题不是像政府单位讲的这凉凉，那个医生也是说，那不是医生啦，那是食品营养的教授，他说，这个一输出来的收水油做出来这种油，它虽然违法啦，但是不行就已经吃下去了，你也不用烦恼啦，茶多喝一下，它也会败掉了，啊，一天吃一滴啊，平均2300万人来给毒啦，一人是一滴而已啦。听讲还是20毫升啦，哦 ，mini little， 这些敢会安怎？我要是我这真大了，20cc 是真大了。我咧注射迄就是当然伊讲，唔是安尼讲，伊是可能 mini meter 啦吼，属于迄个毫，个千分之贵的迄种20cc 啦吼，用20cc 来度2000。当然是这，那是少到未讲少的少了。问题是，伊就是对狗仔底厨余已经落落狗啊，迄款狗啊有的是厨房内底迄款捡起来吼，过滤过啊，都爱摕去割掉的油，啊是真正流落水狗啊，对水狗啊佫嚣嚣起来，啊是真正伫喷内底佫嚣出来，佫提炼的，这吼明明都是互咱真正吞袂落的。和你真正消毒，张医师敢甲你保证，你的屎你甲伊摇吼，摕来我的病，我甲你高压消毒，你的屎甲摇真正拢叫做无毒，连一只细菌都无，佫唔打紧，连病毒都无。细菌是比病毒加几落十万倍甲百万倍呢，迄是足细啦，足细的病毒，连迄都无，何况细菌绝对拢无，我敢甲你保证。啊！迄我甲你欠芳，甲晒甲油，甲你欠芳了，够芳味哦。安尼，你敢食无？你甲我讲，
我相信吼，那不是起笑，啊，那不是故意的，100%，拢甲我讲我无爱。你搁较无困，无病毒，我嘛无爱食。你用西医药来做的，但是你甲想看，咱的腹肚，咱的膀胱内底是毋是西医药？有啊，有底底哦，嘛伫你的身躯内底呢，伫你的大肠内底，规个笑话拢总是西医药啦。大肠甲头前的膀胱，膀胱毋是肠啊啦吼。伫汉医讲迄有做啥物肠啦吼，下消的。哦啊，不管如何，伊就是嘛伫咱人身躯呢。你顶头找你食好的料理，香的料理，尊贵的，可比以前找伊老师去食迄几落万的吼。一人平均7000-8000块，放出来嘛是屎。意思是讲，迄物件不也嘛伫腹肚底哦，无放出来时嘛伫遐变屎。诶、欸，啊，咱人身躯内底都有迄款两个极端，毋是会食的物件，一个就是变成屎，你嘛毋敢食的物件。但是起笑人会敢食呢？啥物？因为已经无分辨能力。啊，有的人是假起笑，伊就食互你看，互你知影讲，我连屎都敢食，所以我做出来、演出来，或者起笑。起笑，皇帝就袂甲我抬，放我走。哦，人有即款苦肉计啦吼。当然，昨迄个苏教授真可怜，伫阿关的节目内底，昨日啦吼，昨日也咪伊安尼硬食，有影确实袂死啦吼。啊，因为欠胖落到底，咱嘛陪伊食中孝路、中华路遐夜市啊。哦，臭豆腐等于说上爱食。啊，迄款咸酥虾啦、咸酥的迄款豆干啦吼，咸酥的。低心啦，咸酥的买水吼，我拢爱食。啊，我罕罕来食，我唔是逐工食啦吼。一个月我最少食一摆，配一下南阿秘鲁，吼、哦，确实好食。但是咧，我嘛唔知伊用迄油是唔是，即高压水地沟油喷来底去提炼出来油来做的，可能有啦，我唔敢讲无啦吼。除非讲即马拢来去买台盐做出来，哦，即种较好油、超好油。哦，啊，无就是亲像咱这部长级的，哦，拢食迄国外进口的橄榄油，啊，咱唔知啦。伫法国哦，你绝对袂使掺着假，掺着假你绝对背甲褪口罩，关伊甲头毛生虱毛。所以法国进口的、荷兰进口的、德国进口的，哎、欸，咱唔敢甲怀疑呢。啊，咱嘛想讲，人可能袂像咱遐夭寿啦吼。咱去在中国个统治这67年以后。咱心拢变了，变做甲中国个同款，吼、哦，敢死，敢摕人个囝，别人个囝死袂了，啊，来去耍，啊，这就是文化的差距。咱伫日治时代，明治维新300年，遐久个这款文明，到日本人个手头，人伊安尼做甲，互你知影讲，人用制度来管制，贪心个人，万一个人毋是无，但是咧，大部分人拢毋敢。因法令明确，公平处理，袂使用牵亲引戚，啊，都法度甲你下罪。即款若做会到，即个官员对做甲彻底，即个垃圾店、即个地下店，伊都毋敢开。哦，这是真简单的道理啦。啊，今仔只油互咱的影响，是要互咱看到常规检查，我都验到致癌。的物件，你也知影，维生素食品的检查，伊有法度检常规，但是常规内底有法度验到免进苯的衍生物遐个化学结构无？无法度啊，科技做袂到，啊个嘛无伫个正常的厂商内底去验癌，会丢癌的物件，迄是医学上的动物学才有咧做些呢。啊！但是咱都发现啦，发现这个物件，居然比砒霜阁毒100倍，天好伫咱的食品内底出现。虽然伊食落袂现死哦，因为你无像砒霜即个食落，一公克人就翘毛。你迄台食几吨的油内底，则有几公克的砒霜，迄种极强的毒素的物件。何况你是久长咧食，久长咧食，阁一个好处，咱食一届，甲你。解毒一解，因为咱人还佫有免疫系统，还佫有肝，还佫有油脂甲你排出。这中间咱食的，久长13年拢在食这款高压油来讲，因为拖太久，伊会甲你分解掉。只有分解袂掉，才留伫你的
五脏六腑，特别是肝甲腰子。所以古早咱要让做伙仔的福建人得到体质，讲真的啦，讲古早咱绝对拢会煮一寡地瓜汤来给这些人吃，因为熟单个关键。地瓜汤内底地瓜的迄个成分有真侪，即款体质，迄个体质吼，都发到互生产了、变化了福建人来得到真紧补上来体质来源。当然，你也敢食清气的地瓜汤啦、米血汤啦吼，再用鸡啦、鸭啦、牛杀的时阵出来清气的血，放到糯米，或者糯米的迄款血、糯米血吼。迄天龙国迄拢食血补血呢，这是对。不过毋是食肝补肝啦，吼你肝歹食肝无多，互你的 GOT、GPT 降。但是经过肝来去制作的，伊有法度加上一挂消化酵素，和这些体质对肝分泌出来的成分来甲你吸收消化，变成咱人造血来源。啊，肝上要紧的就是解毒，所以咱固定的食。该食就熟啦，实在讲系，伊袂乎你马上死，但是伫南部三惊啦，南部三怕怕什么？最近的医学统计，台南高雄死亡率占五都的头前一二名，医生惊检查，哦，不是医生家己讲，叫伊患者讲，三怕你南部人惊啥？惊检查，惊开刀，惊治疗。讲到治疗，开始就去拔杯哦，问神。奇怪，你都问医生，甲你诊断是医生呢？啊，你讲的迄你也唔捌，你也唔捌看过，敢那流传叫中国儒家引进，还是对印度走来中国的迄款过去的迄个拜偶像的宗教？因甲你安尼骗家，互你。每项都怕，每项都是要心明之事，就去拔杯，就去创啥？那霍然率嘛，拔杯是一个数学的问题而已嘛。像空服员、技师、赛飞机人，他就是皮肤癌的几率比较高，霍然率也比较高。美国做26万，还6000多人的研究，15分的分析的报告，技师常常丢掉黑素瘤的病，哦，就是迄咱的记啦，乌记，哦，是一般人的2.21倍到2.22倍，空腹炎是2.09倍，因为你赛飞机啊，伫高悬的迄款比云较悬吼，2-3万公尺，还是2-3万英尺，迄，那个紫外线吼，啊，甲遐空中的辐射线，迄是比地面悬真侪。虽然有挡风玻璃有过滤，老实讲，食比人较济，所以霍然率伊得皮肤癌的机会较悬。但是霍然率是霍然率，咁一定会得，不一定嘛。哦，是干那加2.1加2.22倍，唔是每者拢会死啦。啊，得癌就是安尼尔，所以你用这款蛤蟆糊的，但是咱南部人哦，台南高雄会惊，因为长啊，食啥物物件类。你要看，这么多垃圾的粪扫都对他们来，你要叫人说没得病嘛，很困难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做南部人，中南部人的悲哀啦，吼，咱虽然不是绝对南部，但是当局刚才去这样，在起步的那个时候，他有叫抓零的跟抓零，啊，真的疲劳啊，啊，抓零是能抓多久，啊，他也是没有把证书啊，因为伊是台湾人，所以就爱甲累互死。因为伊是台湾人，所以爱甲阿扁也累互死。啊，若是范南青，这姓贵，伫个台湾已经无姓诶，废省诶，台湾省资议会来在上班，迄个范南青姓贵。伊讲9.1地震，什么稀罕？恁伫惊惊啥？爸睡在你惊啥？我甲我某伫眠床咧创呢。我伫遐咧 happy 呢，我咧爽呢。啊，恁这台巴子恁台湾人，嗯，我要甲你领退休金啦，18%搁领好了。啊，你要看卖啊？当然，甲引进的迄个以前新竹市长姓林的迄，那个，
爱甲告啊，当然即马告出去啊吼。你若说采用即款马上要退休的人，可以漂白了，用咱的税金钱，互即款垃圾人咧医，甲你台湾人欺负甲台巴子。所以伫个昨日阿扁的检查报告，伫个54台，你甲看卖啊，讲甲遮清楚，内底5-6个教授拢站出来讲，哦，不管陈振顺博士啦、医生吼，这高雄养院的教授吼，即马伫高雄中间做副院长，啊，不管是迄个说台大的前院长陈鸿基教授，哦，不管是监察院黄煌雄前监察委员的这调查，拢甲这医疗人员的报告写甲清清楚楚，看安怎领的，因为你是台湾人，所以你做总统，你就要死，你就要该死，啊，未死过来领的，佫先甲你关起来，无罪。噶即马拢总判无罪啊！干那迄个辜仲亮噶你作假见证，伫两个法庭拢噶你证明伊是做假，叫叶方如检察官去日本噶伊假当来做假干净，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人伊嘛甘愿。讲实在话啊，讲我假，但是用安尼来个假变啊，即马佫在上诉中。村呢都一条罪，你讲什么海角七号？因兜有几十亿嘛？因兜无款来政治现金。迄个无政治现金化的年代，我摕偌济拢管到代志。你安尼搞领地，啊！你国民党摕偌济政治现金？你国民党不管输的、公的，经过党政不分，党政军安尼走入恁的国库、通党库，摕偌济？你讲安尼先？恁家己无起诉恁家己的这垃圾中国党的人，噶只要是台湾人，连做总统都要安尼行径。前途犯判无期徒刑呢？韩国啊，检察官是无客气哦，伊真正有迄款做总统的时阵，和伊的好朋友的企业小可得到利益，啊，才甲判甲无期徒刑。但是，过落去下任的总统一年内底都该跌下，这无什么理由嘛？东南亚、东北亚所有的总统拢安尼，干那台湾人的总统阿扁啊，都爱甲领地搞安尼，也。54台，伊所有的报告，迄廖小军的节目呢，一个真有品的女性的播音员，伊所整理的在现主席徛伫媒体甲咱作证的，包括提出台北严重的诊断书、台中严重的诊断书，拢总是在我阿边啊，向刑警、向领地搞，安尼强强要死，安尼还阁无行伊一个医疗人权甲司法人权。啊！你这是要讲讲啥？所以这款的垃圾，和所有在台湾学着这款垃圾，中国带来的垃圾文化，垃圾卫生署的食品药物管理的单位，大家拢安尼，我都无坐，安尼蛤蟆糊我都好过，蛤蟆糊会过，安尼敢丢？你敢有一丝啦良心吗？你的良心真正叫狗家去啊！吼，叫精神家去啊！啊，真正叫精神。塞隆去，那不是这款精神的动静，别安尼啦，我无骗你啦。唉，可怜啦，讲到这哦，塞哦。你看伊波拉病毒在赖比瑞亚这个国家已经爆发了。WHO 甲咱建国讲的，唰开全世界向上下去看卖啊，亲像 H1N1 流感，亲像过去的 SARS， 亲像过去15世纪以前的黑死病，拢总会去。钓到医生无外敖啦，伊刚发都看到伊在病，伊唔在病太侪咧，太侪高科技的病你拢唔知，连这个卖讲啥啦，45岁柯小姐，伊内底生一个1.5公分的肿瘤，医生甲伊讲，哎呦，可能爱追踪哦，嘿，敢那是唔敢讲癌啦，刚才来尾啊检查了是结核菌引起的淋巴，哦，淋巴肿起来。还可以较久，连李登辉前总统都阿哥伫日治时代密在伊个淋巴结内底迄个菌，伫3-5年前佫变出来了，免惊，你只要适合伊哦，加强治疗，3个月都拢 OK 啊，半年都拢断根啊，啊，一过去无啊，啊，等以后今仔再进步，连这都阿哥处理袂好，但是至少会使后来来处理，对，咱今来处理，不管无错误诊断。用了高科技，甲诊断讲是肿瘤，吼，带一个
才知讲，迄毋是来是结核菌的一个哦，淋巴腺症开始来滴，一个 tuberculosis 嘛，伊确毋是马里根就是癌啦吼，恶性，毋是。啊，咱今仔科技已经进步到安尼，你哪会不爱用好的科技来做一个证明？哦，亲像咱即马健康食品已经遮侪间咧做，但是有一间世界出名、全球的哦，美国知名的这个维他命甲保健食品大厂哦，来找美公司首席策略长雷斯欣，伊来甲咱讲，讲要怎鉴定这健康食品有好无？当然 GMP 的厂做的，这张书讲过，要通过当地台湾在台湾的迄款法规，啊，过来。迄间公司年资有够久，你若四十年以上的经验的，即款公司做出来健康食品，你才使信靠。因为十三年的油啊，个垃圾油，四十年的公司有法度徛久，都是唔敢用垃圾布。啊，这林书常咧甲大家讲，亲像明正遐因代理，都是美国 GMP 的，佫是台湾有合格，佫是老厂。啊，来甲身体顾好，就算是咱派阮食到迄狗仔水油。恶心油，咱嘛袂去，有说钓到了。阿边喏，有啥物通好来甲咱报警？你问民政遐个团队嘛，今仔健康医学，就是讲我遮，多谢你收听，再会。